重新台好，欢迎收看在国立七号公司中岛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天的重要消息。台北自来水公布了这155的这沿的自来水供的水质检查报告，讲95%检查出来讲有沿的含氧。来看的这机车电机检查，过去是七副负担，即马讲明年开始可能会先拆除部分连续负担。来看世界卫生组织讲，这烟尘烟腿食了高流感，医生讲一定爱食较少。先开始来关心的，就是这自来水供这沿供的问题，因为即马这台北的自来水处公布了155的这沿供含量水质。沿的这检查报告发现，讲95%的沿供起来水质，差不多拢检查出来沿的含量。啊，这医生是真烦恼，讲虽然这量不大，啊，不过长期下来对囡仔健康影响是真大。台北市自来水沿供问题引起用水安全监督，北水处昨暗公布地批抽查155个检测点沿供水质，发现竟然5点验出每滴超过10微克沿含量，北投就占一半，而且中正区中华路验出结果更未到7微克，而且其他点分别检到超过5微克到1微克含量，拢总148点，有90%验出水质含盐。10微克每公升这样的一个浓度，70公斤的成人每天喝2公升的水，喝70年，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这样标准的水，是不会生病的，不会有任何健康的影响。虽然北水处一再强调水质检测结果含盐量符合每滴应该在10微克以下法定标准，但过医生认为那是成年人的标准，那是6岁以下幼婴啊，也是囡仔，只要每滴超过7.6微克，恐怕影响身体健康，长期影响会造成弟弟发展过样。6岁以下小朋友最好不要超过7.5微克，小朋友的话或注意力不集中、过动儿，或影响小朋友智力的发展。就惊沿供饮用水影响用户健康，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根据定沿供和健检规划，并且建议大家以孩子囡仔加卫生的护理人接受检验。另外，北水处表示，未来每2礼拜会伫官网公布差不多1次检测点数据，并且针对验出盐含量较悬的所在沿供地点优先换掉，预计3年内完成管区内换沿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这高雄的自来水，这落消息，这是高雄凤山的这生意里1000多户的这客家，对顶礼拜是讲他厝内边这自来水水道头一开拢是安尼落落的形，啊，这自来水公司有哪有进行排水的情况，依然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自来水公司只好先车到这水车去现场，和民众把水再等用。把水道头泡开，流出来自来水果还是黄色的，这种现象对顶礼拜四就出现了，到现在还是无法度解决，民众感觉足无奈。我那两庄两个街拢黄的，迄水就臭水讲的呀，唔知要哪处理。好，那这个是昨天晚上采样回来的水哈。结果怎么样？对，结果它两种完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差别。自发现自来水里落的时阵，自来水公司就已经派人来排水清管，不过甲正常供水无外久，阁出现自来水变落的现象。里长甲即几天的水来分管采用，发现逐天的水落度拢足悬，有一挂阁有明显的垃圾物啊，受到影响的客家至少超过1000户。我们3个集水厂的混合供水区，因为如果这个集水厂的水压够大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变化，水压的变化啊，水压变化的话，有时候会造成这个冲刷造成这个溢入量有偏低。初步调查管线无漏水的情形，自来水公司表示，除了搁加强排水清管之外，也会采一挂临时的加水站予民众使用。另外，自来水异常的原因，即马搁伫调查。记者郭彩的民调环高雄报道。过去伫高雄诶，当讲是一个重工业甲石化产业发展诶所在，有哪是即全国土地污染上大关系？即卖也阁有超过100个所在，800多公顷诶即土地污染停止，其中包括伫年底要关厂诶中油高雄诶炼油厂。今仔日在高雄市政府副市长陈金钓表示，希望中油即届会当配合关厂诶进度，赶紧来提出有效率诶即土地改良计划。中油高雄炼油厂将会伫年底关厂，对占地170公顷的土壤污染场所，要怎改良甲转型？公司副市长陈君哲伫24号早时表示，
进前中油不提出，等到二十年的土壤改良计划，啊，不过时间伤长，方式伤过消极，希望中油会当赶紧提出更加有效率的计划。我们会请环保局建立委员会啊，能够限期限时要求它尽速，那么这个土地才有可能进一步的使用。中油过去处理土屋不太积极的，那现有的一些厂址都是一直透过改变整治计划的方式来拖延时间。公司环保局进一步指出，土壤改良方法有真侪种，除了传统地头拍，也就是木制棍、水洗、热脱敷一花，还有一寡较科学方式会当加速改良。不仅公司是整个土地污染范围上大管区，包括中油、高雄炼油厂在内，拢总超过一百所在，配发公顷污染场所。我们目前还在列管中的厂址有106处。那解除列管的已经有130处左右了，目前还在列管中的总面积大概是802坪左右。高雄市区内底一挂旧的，也即废弃厂区，即卖已经变作停车场，也即绿地，都伫个社区边啊，也即大楼边啊，看起来无虾米，啊，毋过其实拢是向公司环保局列管的污染场所，即土地向管制，土壤嘛当地改良，原因是高雄的都市发展过去拢是以重工业、石化产业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奥多拜，即马车龄五年以上奥多拜，逐年拢爱检查排气，啊，这是由这政府专业来补助，啊，这检查费用是付80块给代检的这业者，啊，上近每年啊，将会来改做这污染者付费，啊，就是讲民众爱家己来负担一部分排气检查费用。伫机车的排气孔顶端装检验的管线，就会当知影排出来废气敢有超过标准。即马五年以上的机车，逐年拢爱做一届即种排气的检验。环保署一年爱编特别6亿的预算来付检验费用，明年开始会改做民众部分负担。手续的费用大概是80块，是由环保署全额来补助。但是大家也在考虑说，这个是不是污染者付费啊，或者使用者付费等等这种观念。到底应该爱负担偌济？环保署搁咧研究，初步差不多是30块，未来会搁慢慢啊增加，最后到民众负担专业。这是因为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不过民众对安尼做法看法是真两极。你要强制我们检验的啊，我们又没有坏，我每次检验都很好啊，为什么还要30块？30块呢，让他被扣了扣，没变啊。30块还好吧，对啊，毕竟是安全。台检的机车行认为，环保署只要甲民众算得清楚，卖好车主，确实是台检业者收钱的好。这样的话，政府应该可以少支付一点的。对啊，使用者自己付费，它算很正常的。除了民众爱部分负担检验费用，环保署嘛正在研究修法，要求10年以上的机车爱改做一年检验2次，而且应该检验阁无去检验的机车，上严重会当注销牌照。记者林丁如、郭俊林台北报道。来关心的是这食品的安全。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是宣布讲，吃烟尘、烟腿、热狗、培根这些肉的加工品，较高着大肠癌。另外，常常吃红肉有脑致癌的风险。而且报告一出来，湖南好这些肉品的加工业者，今嘛是哀哀叫。培根、热狗、灌肠，这些常常在民众吃的食品，被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佳荤、石米同款是一级的致癌物质，唔通吃伤多。就无经过加工的红肉，包括牛、猪、羊、马肉，是列做2A 级的致癌物。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整理了800份针对肉类粒子甲癌症关系研究了，根据限制摄取伤过侪肉类，若是每天吃加工的红肉到50公克，得到直肠癌的风险就会增加18%。It's about similar for red meat. It's 1.17 per 100 grams. The gram cited in the report is the equivalent of 1.8 ounces of meat. But a typical deli sandwich has more than 4.5 ounces of meat, and this is what 1.8 ounces looks like. 不过也过指出讲。全世界每年有820万人因为癌症死亡，其中有34000人是因为吃伤过侪再侪肉，也过将近100万是因为熏害而死亡。吃熏有造成20种癌症的风险，因为加工肉甲红肉是全世界真侪民众的主要食物，怎么比这侪甲癌症有关系？对民众甲业者来讲，拢是真大的震撼。
But again, I think i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cept with all the other reports that are saying there's no link. Non credo che modificherò, diciamo, le mie abitudini alimentari, anche perché, insomma, ho mangiato salumi per una vita. 美国北美暴力协会批评这份报告违反常识，而且其他的报告显示红肉跟这条感情无关系，并且因为反驳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款航行地中海饮食的国家，因将加工肉片热量也超过建议量列出的两倍，严格算是全世界上长血寿的国家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对着这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国内医生是来表示，这加工肉片差不多拢会来添加这亚硝酸盐，那加热的话就会来产生了致癌的亚硝胺，所以这一定爱吃较少的。而且红肉这部分因为有正丰富的铁、钙、蛋白质，建议会当用炊还是用煮的。不少人早顿惯食培根三明治，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头一届发表肉片致癌风险评估报告，指出大家吃培根灌肠等加工肉片可能造成大肠癌，而且国内医生表示，因为这些加工肉片为了延长保存期限，都会放亚硝酸盐，只要高温加热，就可能产生致癌的亚硝胺。我们就担心说，在我们体内，它变成代谢成亚硝胺，亚硝胺它就会有致癌的风险，它会增加很多肠胃道肿瘤，像例如大肠癌的风险。那提出警告，世卫组织国家热狗和木培根灌肠等这加工肉片，甲荤酒精等做伙列为一级致癌物。另外，也甲牛排、猪排、羊肉等红肉列为第二关，也就是二 A 级致癌物。因为红肉只要经过高温煮过，就会产生多环芳香烃，也佮有异环胺等可能致癌的物质。平常就是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嘛，那当然这个如果说会得这个大肠癌，这方面就是平常心嘛，我们就是少去摄取它就好了嘛。我吃的很少，因为我从老偏不吃，因为它会有硝酸胺的问题啊，所以因为长期以来那种东西其实对身体都不好，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吃。也不过医生也表示，红肉不是白用的吃，有丰富铁、钙、蛋白质。也不过每礼拜莫吃超过500公克，差不多18盎司，而且尽量用炊、煮的点的等方式来料理，乖加吃青菜、果子啊，安尼才当减少掉感染风险。记者从台北的。看今天的消息，这云林地检署的警办处理的大城乡港，而且学校营养午餐的备案，对着校长陈秀官总共四人，以这背信罪来提起工作。有哪查扣一寡不法的所得，即马发现有哪裁定本来在受害陈秀官会当以500万交保，暗过限制出境。云林地检署刚校长陈秀娟，阿姨安塞番薯要订四个人，为民国到四年开始。每学期向病毒业者要求每个便当要收取4块至9块不等的回扣，被云林地检署以背信罪提起公诉。在每个月收到大同工商给付的便当款之后，都按月将所约定的回扣费用交给翁姓的福利社负责人，或者是庄姓的会计。从民国94年到104年这十年间的期间，他们因此方式而收益大概有3800多万元。牛林地检署表示，陈秀娟因阿婆除了收取营养午餐的回扣，陈秀娟阁将学校的仓库外租，加条租金的差价到140万，但在证据拢有的情形下，却有所隐瞒，更且欢迎对被告陈秀娟从重量刑，并且有查获不法所得1000万元，已经在昨日移审给云林地院。那个陈秀娟的部分，经云林地院以新台币500万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牛林地检署就讲，陈秀娟校长因阿婆每个月摕到不法所得以后，起来支付前任校长所欠的公务债务，阁有按每个月支付厝内人当作生活费，也是当作自身家族生活开销来使用，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的权益，相当不可取，必将用物力不得。这里后面消息来看，是每年的立委选举要来进行，算作是咱台湾第三届这台二选区两票制，一人有两票，会当一票选这立委，看要选什么人，一人一票会当来选党。啊，不过这立党社会民主党联名是将不办，因为讲这中选会议员拒绝办这政党辩论，根本就是这笨蛋，故意要让这百姓无注意到这政党票，就拿来压制收党。政党票辨识辩论，加在李伟参选人亚白亚来抗议，要求中选会爱将对明年的大选马上来举办政党票的辩论。
正告中选会，如果你没有举办政党票的辩论，那就是意图让人民忽略政党票，而且让意图让人民忽略一个攸关我们未来国会的一个重要的政见主张。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是希望选民会当用第二票的政党票来解决单一选区延伸的问题。按国立党、社会民主党的联名个批评，中选会一直拒绝要举办公开的政党辩论，根本是超过伊不爱让民众知影有政党票会当选，嘛让小党无法度当选，甚至连用公费来电视提供政党来做竞选宣传，资源更加是偏向民进党啊，个国民党两个大党，小党本地的广告时间真正足少的。不能够因为我们是小党，我们推出的这个人数的部分区比例不够，所以分配的这个时间时数秒数过低哦，至少57秒，到底能做出什么广告？可能大家也都很清楚知道，卡拉夫熊也知嘛，一万年啊就过去啊，那快的哦。人民参选人要求中选会要马上来举办政党票的辩论，若无，就要向检察院来提出呈请。中选会暂时无做出回应，敢有私底下表示，举办选举的活动拢是依法行政，目前嘛有在做政党票的宣传，相关的文宣广告会在10月中来推出。记者蔡慧玲、谢基文台北报道。国立北车县伫大学六年拢会为这读这啊大学一年的学生囡仔来举办这合唱比赛，指定曲就是这正大的校歌。啊，不过因为这正大的校歌啊，内面的歌词内面真侪震动的色彩，所以过去这几年有哪有学生留言讲这应该爱会读。今年这正大也会定选，也过来连续，搁较五档比赛时阵，这个同学看是不是会当卖唱好歌嘞。心情好，唱个投入，为着摕到文化杯合唱比赛公认，近代新生一日下着拍拼练习。但有学生讲，练习指定曲时阵，小歌唔甘愿，不情不愿。但是因为就是有两首，有一首是指定曲嘛，小歌；另一首就是自选曲。自选曲练习的时候就会比较开心。不是讲无想要唱，是五动四平、五动激情这种歌词，让人唱不落去。近代夜会定线22号发起联署，要求废除旧的校歌，嘛伫比赛霸唱。到即马为止，有1000多名学生加入。那个里面又特别有两句歌词是什么？无党的使命，无党的责任。那个党，很多人都把它解释成我们，可是其实去把它套在那个历史的脉络上，那个党很明显就是指中国国民党。而我们现在是一所国立的大学，就不应该出现有那样的歌词。校歌的争议不是新的议题，在多年前校务会议已经讨论，只是无通过。嘛有学生感觉这就是一条歌，无想侪想法。对我来说，他没有对我传达出什么意识或意识形态或立场，所以我就不觉得他存不存在是一件重要的事。校歌的改不改，到最后呢，恐怕还是要走这样的行政的程序，因为现在行政程序事实上也没有走，所以就我们在处理上面就会比较尴尬。强调校歌的改变有一定的行政程序，那是学生无想要参加无问题，但是定线是质疑校务处原本答应今年会使使用无党国歌词的校歌，最后又搁讲袂使，认为学校根本无诚意面对这件代志。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关心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天公布了这亚太升级的政策，不过外界所关心的是伊过去予人指控的这啊宇昌案，今天是来宣判，欢迎是来判刑，经建会主义老一路爱来赔偿蔡英文200万。蔡英文今天有来表示，这宇昌案予人提出来做这选举这修搭的工具，其实对着升级业的发展是一个大伤害。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搁在旁出政策牛肉，要打造台湾变成亚太生技医药研发中心。不过蔡英文嘛，因为宇昌案，2011年向前进建会主委刘益如来求偿，台北地院27号判决刘益如爱赔偿200万。蔡英文嘛希望宇昌案卖个红提来变成政治斗争的素材，应该好选举归选举，专心产业的发展。选举归选举啊，政治竞争归政治竞争，但是台湾的产业的发展啊，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的。那我们真的不要用这种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政治
竞争的一个工具。另外，前民众总统参选人宋楚瑜进前，以做驾驶还未起飞的坠机来批评蔡英文，伊的经验无够。蔡英文今仔日嘛展开游行的反击，和民进两党的竞争关系变较紧张。熟悉开老飞机的不一定可以开新的飞机了，尊重我们宋主席的他的讲法嘛，对宋楚瑜也是无讲歹听话。蔡英文依然放出希望在国会有合作的空间。另外，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针对松山机场敢要请柬，要求三党的总统参选人应该表态。蔡英文是持保留态度，认为必须要考量条件和时机。柯市长，他的市政规划里面，他想达成的这个事情是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同时考量，桃机的运输能量的问题了，我们的捷运啊，机场捷运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个国安的配套。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和总统马英九一直批评蔡英文两岸政策讲不清楚，蔡英文也口舌对手的批评总是同一个论调，也呼吁朱立伦不要总是跟马总统白做伙，对选举不是好代志。记者陈昌伟台北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今仔就以这老馆长的身份到登去这桃园来过跳瓦口咯。前桃园馆长吴志扬加六位这国民党籍就为参选人全部拿到场，一旦恭喜这国民党大团结。对着今嘛民进党在乌这桃园这农机水利会的系统，朱立伦是相信讲大家会做出正清楚的选择。朱立伦。各位党籍参选人拼定定全队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以党馆长的身份去通告跳下卡，将党馆长高志勇也背叛做事，那也大团结，将对民进党欧传统票称同农企治理会系统，甚至团出市场地盘产量不足款威胁，朱立伦是轻松面对。农民或渔民啊，跟我都有很深厚的情感。那我相信最后大家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副手我一直说不设限啊，只要是对台湾有正面的，然后我会做我这个非常开放的选择。针对上山机场搬送问题，国民党要求三党总统参选人表态。朱立伦先响应表态，关于辩论及强调就同航空城先建立起来，才有下一步。唯有桃园航空城以及桃园到大台北地区的所有交通建设都完成，才有可能考量所谓的松山机场的问题。所以松山机场问题在短期之内，事实上它的可行性、迁移的可行性是很低的。朱立伦回鸿桃园，今天搬搬，那被叫回南洋铁票归队，也被进出农企治理会系统支持，维护民进党有运作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种这国防的采购案真正是有够害，这是咱开600亿向美国所采购的这阿帕奇直升机又搁出问题了。国防部今日来证实讲，即马29只战机内面有9只这有故障，加上这啊12只，即马也搁单台连机袂当飞，所以即马算算只有剩8只会当飞。啊，详细的国防报告书内面原来指出，公中国迄边即马继续去换因的军备，阿帕算伫这2020年当完成攻击台湾的战略。两国现有的29台 AH-64E 的阿帕奇直升机，有9台后发动机的零件生产了正严重，再加上有12台材料未用的飞，只敢剩8台会当做飞行训练。面对着妥协率只有27%，是不是影响两军的战略？红地波指出，现有的直升机无影响106年成军。就直升机的部分零件新鲜的问题，会请美国方面协助评估，加强保养训练。这一型的齿轮箱，它是全新的材质啊，不是传统的铝合金啊，所以美方也非常重视，它也同时也提出了数项啊，加强防锈，来缩短定点提升的方式来因应。可是我们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的保养还有观察，我们发现这个效果仍在加强。相比较南军的相关军备妥协率不好，伫咧国防部所提出的2015年国防报告书内面指出讲，中共伫咧陆续换装的军备，譬如讲远程导弹火箭、远程攻准飞弹、防空飞弹即挂组件装备，甚至是第二炮兵，继续对台湾部署飞弹，提升远程的导射力量，伫2020年之前完备攻台战略。目前整个的军事准备的核心还是以对台为主，啊，我想各位可能从历年的美国的国防报告书里面啊，
都很明确的可以看得到，连美国跟日本啊，也都是在这一个方面里面有非常多的琢磨。中共伫咧军备扩张以外，2017年伫咧南海也继续伫咧进行屯海作业的工程。这个举动也引起美国方面几多遍抗议。27美军的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就设立去中共临江岛屿的12海里的所在。美军被表明因无承认中共拥有导弹的主权。就咱国防部讲，美国方面开入去南海是常态性的活动，若是发生中美双方军事冲突，咱方也已经做好海空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南亚有地震，这是阿富汗北部的山区发生水势规模7.5强烈地震，已经有超过200多人来罹难，有2000人来受伤。啊，伫这巴基斯坦、这印度加这啊塔吉克都，有哪拢传出灾情了？这件规模7.5的强烈地震发生伫咧当地26下昼2:40左右，震央是伫咧阿富汗的巴达赫上性修后。巴扎巴德南边73公里，深度213公里。虽然震央伫首都喀布尔超过250公里，严过喀布尔市区依然传出灾情。像这位男主播伫咧地震的时阵，惊到是躲离主播台。喀布尔一间大学的校舍边边也出现正明显的壁崩，正侪楼梯倒去，也有一挂民众是被落来一挂石头砖啊架撞着伤，受伤送医。在阿富汗北部的塔鲁坎市的学校，12位年纪在19到15岁之间的女学生，在堕难的时阵是互相推杀、吞打，不幸死亡，也有真侪学生受伤。这边震央是伫咧较偏远的新都库什地区，强烈地震引起大部分地区拢通信中断，预计死亡人数也会向上增加。阿富汗当局已经呼吁国际协助救灾，不过这边死亡人数上侪是伫咧巴基斯坦。北部的帕克通化省就挖掘200人死亡，超过1800人受伤。卡里巴巴德省强烈地震也引起走山，山区发生正大的声音，规个拢是烟，甚至出现冰河规个倒去。吉尔吉特市一座吊桥也伫强烈地震当中又较正厉害，好佳在无断去。巴基斯坦当地红十字会已经动员救灾，包括美国、伊朗、印度和阿富汗拢表示愿意协助救灾，也毋过遭到巴基斯坦拒绝。بین الاقوامی دنیا جو ہے اس کے ہم شکر گزار ہیں کہ وہ مدد کے لیے آتی ہے تعاون کرتی ہے لیکن اس مرحلے پہ کوئی ایسی ضرورت محسوس نہیں ہو رہی。这件强烈地震，也和印度首都新德里、加塔吉克首都杜桑贝也当感受有了真厉害。真侪民众是走到几啊路避难，就伫咧印度控制喀什米尔地区较有名的高级城堡，墙壁也拢规倒去。地震专家讲，每年全世界差不多只有20遍规模超过7的强烈地震。就这边地震的原因，是北印度和澳亚六邦互相伫咧撞，这两大地六邦每年的推进差不多4-5公分。当地巴基斯坦所控制喀什米尔地区，2005年发生规模7.6的强烈地震，那边的深度是26公里，造成75000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空气的这污染，因为这两天啊，这啊中国来的这霾害又搁会影响到台湾咯。气象专家表示讲，当年秋冬的东北季风拢会将这中国的这污染空气带来个台湾，所以提醒有这过敏体质的民众，出外时阵会记来挂嘴安。连续落几日天的雨，拜一总算是一头出来好天气。气象局表示，一直到拜四拢是一份较好天的天气。啊，不过气象专家提醒，为7号拜四开始，今年一秋的第一波为中国来的霾害，对影响到台湾，尤其是拜三空气品质是上歹的。礼拜二开始到礼拜三，特别是礼拜三的时候，会接近到台湾，所以我们第一波秋冬的境外污染物有机会在礼拜三的时候影响到台湾最多。气象专家表示，经过环保署资料显示，台湾市悬浮微粒 PM2.5 浓度这两年有改善，按过每年秋冬的东北季风，拢会将中国雾霾污染波带到台湾。另外，受到声音现象影响，今年冬天温度较温暖，各地温度差不多是16-17度，平均值观测差不多是0.5度。
所以特别提醒，天高热的行业绝对别当放轻松。月均温大概在18°C以上，其实对病媒蚊的一个滋生其实都相当有利。南部它的预测的月均温其实都高于18°C以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针对登革热的一个状况呢，可能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不过好消息是，专家预测明年春雨会较侪，美国中央今年春天的可看。同时也提醒贵宾体检老大人甲幼婴仔，这两天外出时最好挂嘴安，这样将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民众爱出门，也搁有这皮肤嘛，有可能受到这空气污染的影响。有一个小姐最近这几年，拿到这秋冬季节，这目睭附近拢会过敏，去看医生，甲发现，之前有可能含这气候甲空气污染有关系。秋冬季节来也受到台北季风影响，今年第一波的经过空气污染物也第一来。这一波从大陆目前监测到的情形看起来，这个并没有那么严重，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影响不大。影响时间会从今天晚上开始，然后大概是持续差不多一天左右。环保署表示，台北季风较少，所以为中国大陆带来 PM2.5 是悬浮微粒浓度，国宝到曼海程度。不过医生提醒，空气污染加上秋冬大热的天气，除了爱环岛细胞呼吸道以外，皮肤也可能出状况。一名24岁查某人最近这几年秋冬都会出现皮肤上过干、发红等问题，加上每天通勤要行15分钟，所以医生研判，这跟空气污染也有天气关系。PM2.5 以下粒子，它本身和皮肤会接触之后会产生皮肤的过敏接触性皮肤炎，还有我们皮肤温度湿度降低所产生的一个保护层，减低水分油脂分泌之后所产生的这个情况，会产生皮肤会有红痒及轻微脱屑刺激的现象。那主要的位置大多在我们眼睛周围及我们的额头还有两颊的位置。空气污染也会破坏皮肤的保湿功能，较严重可能造成敏感性皮肤，或者是加速皮肤老化等现象。可能天气一变呢，或者说一接触一些比较刺激的一些环境的话，它皮肤就产生过敏的现象。这样过敏现象久的话，皮肤产生我们所谓一个色素的沉淀，还有另外皮肤老化，甚至会产生皱纹的形成。医生也提醒，出门尽量戴嘴安，阻挡污染物。平常时啊，要注意唔好用上过少的水来洗面，同时也要避免使用上过油、上过香的保湿产品，减少皮肤过敏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马尾患了心脏病，会当讲是全世界死亡率第一位。阿边呐来用这干细胞来提早来修复心脏。今嘛这中研院的新医所有来领先全世界，发表了详细的疗法。心脏病常常在真短时间就方失去性命，心脏细胞在短短几点钟内底就会死亡，就算治疗嘛无法度完全恢复正常的功能。活落来最后嘛往往会惊到必须爱换心脏，所以变作在心脏受损的早期，就以干细胞来治疗是目前研究的方向。也唔过现在为胚胎干细胞培养的心脏细胞，常常乌白跳，面对真大的困境。中研院新医所团队经过9年的研究，发展出会使好鸟鼠心脏细胞3天成熟，人类心脏细胞21天成熟的关键技术。我们可以把胚胎时期的这种心肌细胞，透过一个微型核糖核酸的治疗，让它变成成熟的像成人的这样的一个心肌细胞。团队这些年来一直实验发现，鸟鼠胚干细胞的心脏细胞甲血管内皮细胞做伙来培养，会使促进细胞的成熟，细胞会使有同款的跳动。进一步研究嘛发现，内皮细胞内底有4种特定的 microRNA， 会使抑制伫细胞发育过程中，若是产生伤侪，就会造成无成熟细胞的 ERBB4 分子；若是会当抑制这分子，就会当发展出成熟的心脏细胞。主要的合作对象，美国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拿到一笔1000万美金的计划，2019年，要在美国进行人类的第一个胚胎干细胞变成心肌细胞的临床试验，之后的3到5年内，应该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临床的治疗。开展的国际细胞期刊的蓝花红面，就是比如讲团队是安怎把细胞，亲像花苞同款培养到全开。中研院领先全球的心脏细胞培养的方法，为心脏病细胞治疗带来希望，以及这边了都有机会会使来帮助病人。记者戴淑君、陈立芳台北报道。
南方台北股市今天这彭哥概念股无效，只有那好台股盘中失守了这8700点，台股今天是震动来了，这电子加金融气势强了，彭哥概念股无亲像股价遐尼济，这台股底线起这优惠整理，分析师认为这中国的股市早盘嘛是优惠，加上美国股市的这彭哥来收盘嘛是落，有那影响到台股大盘底线将有扩势来起这优惠整理了。这近两年，这台湾的房市不好，按国财政部长张善和长是讲，即马这台湾的房重点面啊，亲像这西边伊那边遐尼啊济，有哪好这中介业者讲批评是无血无目屎。张善和今来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澄清讲无打压的意思，也阁强调是这房重的业者到底爱有几间，是由市场来做决定。财政部长张信科26号被询的时阵，立委提起政府上过打压促价，伊讲明年底会有两成房中倒店。张信科却是讲，台湾的房中敢若西本与日本同款济，也毋过买厝无亲像买矿泉水遐尼简单，讲话引起打压房中业的争议。张信科27号去立院被询的时阵，面对立委追问，伊说并无打压房中业的意思，强调即马房市搁伫盘整当中。记得你昨天有一个比喻啊，说是买房子不比买方便面是吧？买泡面是吧？没有，我没有，不是，我是说现在加速像便利商店这么多了，那一年40万户嘛，那大概平均起来一家。大概一个月只能做3户。张信和讲，外界过头解读业绩，因为房中介的因素，要由市场机制决定。虽然是市场机制啊，但你会觉得现在稍微多了一些，是吧？没有，我对多少我没有意见。如果市场机制能够让他们存活，他们继续展店，这些都是 OK 的。对于短期炒作，我们整个的设计应该也有一定的这个抑制作用。在这样一个新的政策实施之后，整个房价应该会有一段盘整期。另外，上山机场准开盘地再度引起讨论。立委对问摩地国的态度，摩地国强调，前提是要等到同机场的第三跑道，也有第三航站完成，会当承受上山机场的空中才有讨论的可能性。目前影响台湾民航对外规的程度。交通部长张建武也讲，上山机场盘算要考虑真实应用，上部要等到2030年才当探讨。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厝买卖有真侪，即房中业者拢会去即电报条来打单啊！啊，伫顶礼拜啦，即台中有一个环保志工啊，当准备将即房中业者打伫电报条的广告单啊，要清掉，想袂到讲好即房中业者砸落来，咪一个用即安全帽啊拍着伤。现在警方到场了后，即业者一个讲袂对志工提出告诉。被人拍子讲目眶红骨青，啊个乌青一大地，那会变作安尼状况？原来是为着要清除房仲业者违规小广告，所以被业者来拍伤。他也吓一跳，啊，结果那个房仲业者还非常的逞凶斗狠，还找他两个房仲业者过来现场哦，要试图还要再殴打他，啊，结果还要告他说他抢夺还有伤害。24号暗时啊，何姓志工出门去运动，顺手将四个黑白带违规广告来清除。不过却被房仲业者当街来骂，三个人将伊围掉的，还佫用安全帽来佮拍，造成目眶受伤。警方到场了后，业者佫想要来继续拍，被警方大声了后才停手。事后业者佫扬言要对着这个志工来提告伤害佮抢夺罪。伤害的部分呢，是他们是否要提出告诉来？来，我们再来移送。另外，他们涉及违反废弃物清理完的部门，移给那个环保局来裁罚。志工现在心内拢真惊，就假讲个别业者来锁定抢车，而当初就要来清除街仔的小广告。台中市政府请着当地社区的志工来组成清洁队，还佫制出3公斤的小广告，会使换100块的礼券的诱因，希望来减少小广告。不过现在所成了志工跟业者的大斗法。我们现在出去都会怕了，我里面有一个志工，女的也是一样，她去拆也是被他们凶啊，后来又怕，她说以后我不拆了。发生冲突，业者低调无要加讲话，目前双方搁伫协调当中，警方嘛是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依上环保局的开发，志工呼吁市府爱做伊的后盾，嘛欢迎有热心搁再为着台中来服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现在这全世界第一好业人外人做了，这是这西班牙做衫的大头家，有哪是有名的服装拉拉的创办人，这奥迪家帕牌米两个创办人比尔盖茨摕到第一有钱人的这啊名称。全世界第一好业人第二三外人，西班牙的印地坊集团头家，设计服装衫来创办人奥迪家。第一遍拍卖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以$799亿排名全世界上好的人，严格表因为澳元下跌，微软的股价大起10%，盖茨又以$80亿的差距甲奥迪加救来。严格奥迪加第一只卖世界第一好的人，被看作是传统产业拍卖上尖端科技业的一大里程碑。79岁奥迪加形势正低调，唔捌接受过媒体访问。伊住伫咧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每天都到共一间店啉咖啡，伫公司餐厅甲员工做阵食饭。奥迪加14岁进入服装业，做过商会员、店员、店长。1963年创业，1975年成立莎拉。奥迪加甲传统的成衣制作流程，自高估计缩短到2礼拜，透过不断地推出新产品的快速时尚模式，拓展公司的市场。甲印地房租家庭企业成长成做市值1040亿澳元的全世界上大服装零售商，连锁店遍布90个国家6000间。自英国的凯特王妃到美国的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拢是因品牌爱用者。印地房集团最近估计起4成，奥迪家的身价就超过第二名的巴菲特。对受到经济衰退甲高失业率所困扰的西班牙来讲，奥迪家的成功经验是真珍贵。记者综合报道。在这方面消息来看，咱台湾上大这笔算计华人玉利最近在调查内面出现了这中国企业的 logo， 原来是这中国企业含这农民客族要将这华人币销去加中国。啊，不过这合作案有那引起不少民众烦恼，讲中资是不是已经透过这些手段要来卖台湾的？透过空气的画面，会当清楚看到华人馆游历店的雕像内底，衬天鸟国色写字，甲一只鸟的图。这个 logo 就是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网络购物平台商标。这个、企业也看到台湾的优良币，所以来台湾进行客座。用媒体跟通路，还有整个购物平台的力量，在大陆所有同胞面前展示我们稻农的整个专注的精神。事实上，这摆入资来台客座的话，拢总有台中埔丰甲花莲玉里两个地区。整个产品是台农71号旁边，卖价上南美公顷，捐出10万块的新台票，而且跌网络收价，隔壁当地贵3.8倍。我希望说，台湾的稻农呢，能够争取工作钱，这样的话，我们稻农也活得比较有尊严。啊，不过这款的消息方式，还是叫外界怀疑，那是未来其他农业嘛，照安尼来做，台湾人敢会吃无家己优质农产品？它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在我们花莲只有去做10公顷，因为我们整个台全国的一个稻米的一个生产呢，它的产量呢，事实上呢是供过于求。农委会则是表示，目前全国种田外范围拢总有27万公顷，总年产量达到130万公顷，限制外销量的上限未当超过10万公顷。这个客制方式并未影响到个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东有一座这全台湾上大的林港新南公园，成立到今10几年，平均一年都有40万的游客入去，啊，不过拢无收门票，以后的这费用一年都要1000多万。即马台东县政府是拍算讲要对明年开始，一人收30块的清洁费。台东市森林公园占地280公顷，是全国面积上大的林港公园，里面风景真水。这么，伫公园内面是无收门票，吸引真侪游客骑脚踏车来踅公园。不过，台东县政府打算自明年开始要收清洁费。因为对于这个环境的维护啊，跟这些设备的维护，对收费是很合理的。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我觉得使用者付费很合理啊。台东县府讲，因为台东市森林公园一年维护预算就要1000万。即个呐有够请30名临时人员来管理维护，制作一年有40万人出入的大公园，人力甲经费拢无够。目前规划林园收30块的清洁费，严格台东官兵家己台东工作的民众免收。今天并不是要靠这个公园来赚钱，我们主要目的是说能够维持
啊一定的那个经费来做维持。我们觉得假如说能够有2000万的话，可以把服务的品质提升得更高。严格受立法院清洁费的规划，在国上台东县议会同意明年才当实行。台东县政府讲，未来可能连停车场也要全面收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婚姻得出来这粪扫危机了，为着要让粪扫减量，即马来杀出讲，会来抽验民众，而且粪扫袋啊，都是伫粪扫车边啊，当场即个这粪扫袋啊，啊开起来检查，那无真正落实做好这粪扫分类，全部拢无要收，那可坑无要听话，就要开罚单了。拍开粪扫袋啊，我们叫稽查人员将粪扫变出来，如果发现民众无依照规定进行粪扫分类，就马上纠正。并要求民众现场就要做好分类，再来进行口头劝导。但如果讲未听，会当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开罚1200元至6000元。地皮铺，好，我甲你讲作这边啦。分类地皮铺就是处理，算处理，甲恁已经甲恁讲作这边啦。今仔才甲你讲，尤其上回我给你的时候，你搁甲我讲，你不爱这个啊，有无？一定要做好不好？富林关环保局表示，富林关现在有粪扫危机。每天生产350吨的粪扫，为着要确保粪扫的分类一旦落实做好，从今日开始，稽查人员将要做一检查粪扫袋啊，严格进行粪扫分类，以每天减量70公吨为目标。在限制之内堆置的还超过100公吨啊，这个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呢，我们希望所有的县民朋友，尤其是公务机关的各部门呢，大家都应该要例行这个资源回收以及垃圾分类的工作，希望能够减轻我们垃圾堆置的这个压力。文林馆长李正旺就讲，文林馆的粪扫处理费是随着水费来征收，虽然这年来一直来宣导粪扫分类减量，但民众的配合度无高。现在要由环保的稽查员沿路来抽检，若是发现无做好分类，就马上来纠正，并当场回收粪扫，无可能接上罚单。记者洪文玲报道。教育方面消息来看，就是环村教育即马唔呐会当来鼓励学生囡仔家己愿意主动来学习的能力，甚至也过来改变了这小学校要让人猜兵的命运。过去查实了，让人猜好这啊婚姻华南国秀，这几年伫这校长陈清俊的拍拼之下，考到多元的教学拍拼转型，学生的人数那对20个增加到即马是70个了。一步一步走向好翻身的主峰，分林华南国小的学生由校长者分组带学弟妹向顶头爬，若是爬到山顶啊，领校长者就要做好行程的准备，包括路线规划加高山植物的调查来做介绍。可以，这个可以吃，是玉山悬钩子，然后可以吃。感觉怎么样？酸酸甜甜，酸酸甜甜。那是有工作的队员体力挡袂牢，大家就要停下来给鼓励加油，搁再向前行。学校以户外爬山体验的课程，要让学生找到自己的信心，培养自发学习的能力。有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很难爬，然后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的很好爬，所以就是看小看他。觉得对小孩子是一种激励啊，嗯，而且他们也要。有那种群体的力量，让他们撑下去，慢慢把工作做完。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好，不要依赖。甲爬山户外课程带入去学校的，就是现任校长陈清俊。伊认为培养囡仔独立自主思考，应该是即马教育上重要的目标。希望由学校来发展引导的角色，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前置作业大概1-2个月时间，在训练孩子这样的一个能力。第二就是说，带出来的时候，他有高山症，有一些天气比较冷的一个现象。这些他不仅要克服自己内在的那种所谓的内在的一个生理的瓶颈，同时他必须又要符合整个小队的一个运作。华南国小因为所在偏僻加少子化，高年前转校只干那村23位学生，差一点仔被裁校。但校长以在地产业做教材，教学生做咖啡，帮助咖啡老农找出路，和学生做出特色，学生人数也增加到70位，反等被裁校的命运。如果心思都乱掉的话，其实煮出来的咖啡比较不会好喝，因为比如说我们搅拌，可能要过几秒，然后再搅拌5下、10下之类的。那在领域课程里面，我们开始做教学创新，经过几年的试做之后，
他不仅在学业成绩里面不输给都会区的孩子，同时也让孩子的人格这个部分得到了一种所谓的形塑跟往正向的一个发展。即马华南国小春夏秋冬无同季节，有无同的户外课程，爬山、撩溪、脚踏车、环岛、家族队研究。课程中，和囡仔担任领导者，一方面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一方面也吸收学科的知识。过环灯教学，学校把危机化作转机，也和囡仔教育上一个无同款的学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现在的这个产业的分类真的很不一样，来看是这个电子竞赛的游戏，现在可能成为正式的运动项目。这个体育署是发布公文，将这个定级正式来证明是这个运动比赛了后，就那有那被计划说后面这些优秀选手，看是不是有那可以用这个退步性方式补上上台下。台湾电竞选手在世界比赛得到好成绩，也是快速成长的产业，所以台北市三发局希望当家电竞正面做体育项目，和家长放心，产业也当安心的投资。但体育署正式发文公布，台湾成为台北限了后，全世界第大新进电子竞技就是运动项目的国家。目前体育署原则上同意把这个电子竞技视为运动项目，同时也视为运动产业。那当然今天是一个非正式会议，所以我们有要求希望这件事情是被落成文字，正式被公文化，那这样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才有依循的参考。电竞比赛考验的不仅是选手的各团队的体育精神，台湾电竞协会希望电竞成为正式运动项目了后，未来代表国家比赛时阵，体育署也会当受记。另外，体育署也会研究何时有选手依照退步性推进读大学。列为运动项目，其实我觉得只是一个基本的对我们的选手的一个保障。未来他可能人家可以称他为运动员，那我们也有完整的这些奖处的方案跟教育部的这些升学方案。其实只要是正式运动项目之后，自然我们的选手就享有这一些保障的措施。电竞成为运动项目了后，北市会规划在2017年世大运当中改踏入会外赛，邀请每一个选手比赛，也把台湾电竞运动推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在43年前，越南有一个细汉族囡仔被炸弹受到伤，全身躯烫趴体，走去这路边旧旧的这画面相片，有那予全世界都惊。而且嘛，这个越前的这族囡仔嘛，因为这卡车片甲手的疤痕啊，手无法度存活的。即嘛，第二个有镭射医生愿意免费帮伊堵这疤，予伊有够欢喜。I cannot wait. Yeah. Why are you crying? So happy. 平常带着白色甲笑容，有少一代女孩外去越南查埔人亲赴到美国迈阿密时阵，已经急迫接受镭射去疤痕治疗。43 years that I suffer so much for the pain. Last night I couldn't sleep to see her. 1970年国政期间，高会政府带着越南西贡高区展鹏村，迄当村南怪一只战机导弹出车，政府怎啊头被轰炸，伊卡车片甲倒手倒毁，衫裤烧掉了。结果伊赤身裸体走去到 QQ 花田会边，后边连下花的越南电影记者黄光伟拍到送病急救，这张证件大家相片，不过也得到1973年普利兹新闻的影像。I call him uncle. He call me uncle. 政府三分之皮肤有三道受伤，住院14个月，经过17次手术才活转。不过43年来，脚趾片甲倒手的疤痕得到变大，就算讲是皮定手术也无法度复原，个影响倒手无法度存的。几啊年前，政府伫教堂分享个人故事了后，实在被个迈阿密镭射医生韦贝尔打光。透过介绍，韦贝尔决定免费帮助政府用镭射去疤痕，可以欢喜甲流目屎。It's heaven on earth for me.She's in a lot of pain all the time for the last 40 years. Our number one goal is to get Kim out of pain so she can go on and return to her life.今年九月底，在红世界电影记者黄光伟陪伴之下，政府接受治疗。目前第一届复原状况未歹，未来9个月又有7届镭射治疗，应该期待未来生活，并且和电影记者黄光伟全程记录，见证伊结束痛苦的生活，重新迈向新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下晡的天气，伫咧北部地区温度是24度到30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1度。南部地区拢是好天，温度是27度到31度。在东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28度。华东的朋友，今晚马厝温度是23度到28度。以上就是今天的重大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佩伯公民新闻报。在人潮聚集的闹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不同的慈善团体在街边募款，不少路过的民众会掏出爱心，但您有没有想过这些善款的流向以及钱是如何被应用的呢？来看民众如何看待这些街边爱心募款。捷运西门町站6号出口前，时常能看到有团体宣导保护动物、禁止虐待的观念，许多民众也会捐钱，希望能帮助动物们，但是对这个团体却了解不多，也不知道他们的据点和募得的金钱流向何处。我们这有10个园区，10个那个救援中心，有5个园区，我们平均一个园区平均大概有200只，我们5个园区的话将近有1000只。这些狗的话，医疗费用、我们的管销费用，我们都需要钱。有些民众会毫不犹豫地伸手捐钱。少部分民众却不免会怀疑，是不是诈骗集团利用他们的同情心进行诈骗行为。这狗是挺很可怜，因为眼睛都被挖出来了，什么都看不到。我觉得如果要捐款的话，就是为了那个，好像我是为了那个动物而捐款。就算是被骗的话，我的出发点是为了那个动物。我会考虑，因为我怕他们是那种出来骗钱的那种。动团体的话，你会选择怎么认证他们的真实性？就看他们，就是看他们，不是有一些招牌，就看他们上面有没有写什么名称，然后再去查一下。人潮聚集地常是各种团体宣导募款的地方，在发挥爱心的同时，民众也要留意团体的真实性，否则就会成为同情心的受害者。可爱的兔子是不少人喜爱的宠物，但是宠物兔一旦被饲主弃养，几乎就等于宣判了它的死刑，因为宠物兔没有办法在外自行谋生，并且可能会遭到许多攻击。他是卡农，这是爱兔之家给他取的名字。在农田中被发现的卡农身体瘦弱，四肢根本无法站立，背部的毛更是整片脱落，血迹斑斑。在经过抢救后，虽然恢复了健康，但耳朵上遭受野狗攻击的伤痕却永远留了下来。当时是很瘦很瘦，都是一些皮啊，然后上面有被咬伤的那个痕迹。他当时的就是救援照片的时候，这边就是被咬起来，所以他这边就是血肉模糊，就是状况很不好很不好。所以他算是鬼门关前走回来的兔子。与卡农有着相同经历的兔子在爱兔之家比比皆是，取得方便、饲养年龄层偏低是造成流浪兔的原因之一。但是在生物链底层的他们没有生存的本能，野外对于小兔子来说充满了威胁，更是预告了死亡。他没有办法在外面取得生存，或是他因为害怕而不吃不喝，然后再来是有可能就碰到一些像外面一些攻击，像猫或者是像狗，他们在外面几乎是没有生存的可能。为了不让这些救援回来的小兔子受到二次伤害，爱兔之家透过当面约谈，谨慎地把关领养人的观念与基本知识，更给予他们和兔子互动的空间，让彼此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名字叫杜拜，就是刚刚就是近距离的就接触啊，就是要建立信任。
抱起来他就是有点不肯就范，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就一直想跑这样。流浪兔可能不像流浪狗一样常见，但是看不见的问题并不表示不存在。这些志工们照顾着一只又一只的弃兔，希望帮他们找到下一个爱他的家。文是三杰，用起甘凉莫积水。红的干呢，茶里呢，水讲洗三机，玻璃弄，铁矿盒的马桶，塑胶布棚，水出上安全帽，毯呢，水塔面盆桶的，用起甘凉预防天降热。顺道清楚爱做好，大家都抗天。